划的，想一句话，想一个感想。要不要唱一首你常常勉励自己的歌？对，就哪一首歌你每次觉得唱这首歌自己就很有精神，这样也让同学学一下这首歌。梁梁队会唱，一定跟你一起唱。哪一首没关系，同学。你看，常常听到他唱这首歌。他今天有点害羞，没有准备啊，没关系，他在想，等他想好了哈，再唱给大家听。好，我们等你。这个一路走来，不要害羞嘛，是跌跌撞撞，是遇到了很多困扰。可是我在今天看到，是我中所有的孩子们都是非常非常的善良。就是我想，当初我们小的时候，能遇到你这些同学。这些孩子们做同学，也许我们的心路历程会更好的。虽然时间一天天的过去，前的创痛，以前的创伤，我们会渐渐的淡忘掉。我们要有乐观，非常时常要往正向的方面去思考，永远想，什么的事情发生，它一定是给我们磨练的机会。不要害怕他，勇敢地面对他。在这里，我以这句话向全体同学的人互相勉励。他明显在家里也是非常努力的一个孩子，虽然他的身体令我很操烦，但是他的学业都是很努，都自动自发的念书。我希望你们大家。身体那么健康，不要太贪玩。左东的孩子就是非常聪明的孩子，希望你们好好努力念书，考上非常非常棒的大学。今年三年级有一班的哦，第一次学测就25个人申请分发入学啊，还有14位准备自考，所以左东的学生实力强不强？强。我跟我讲。实力强不强？强。哎，那现在，虽然明杰现在因为一路上，遇到贵人，周爸爸就是我们最大的贵人。因为我们小学4年级在89年在台北周大关基金文教会基金会就肯定明杰和我的努力，所以一路上这个是我们努力的动力。如今要迎上雄中，他考雄中的时候也没有加分就进雄中了，所以哎，好像有赞叹的声音啊、哦，他是非常努力的。哎，那我是在此期待各位同学，不管怎么样，遇到的困难都不要害怕，只要勇于面对他，乐观地面对他，一定会成功的。在这里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大家。谢谢明杰妈妈感动分享的经历哦。哎，我发现明杰妈妈对我们左东真是了若指掌，还是我们广告，我们非常非常谢谢林妈妈哦。那明杰跟大家年纪差不多，也都在雄中哦，所以也许大家之后都还有机会可以考校做朋友。对啊，我真的也，其实我个人最想问的是刘大才这位发明家，因为我在看到你的这个发明的时候，真的觉得你好厉害哦！你要不要用一两句话告诉我们，尤其是未来这些即将入社会的学子，要用什么样的态度、什么样的观点，可以活出不一样的人生来？谢谢。好。又要变魔术。我从小就很喜欢读书，那很多人问我读书要做什么，各位有没有帮我回答一下读书要做什么？读书要做未来要解决人生的各种问题，对不对？好棒啊！当然看电视哦，随便看一则新闻就可以发明一个东西。那各位有没有看过环降机呀？环降机就是我20年前发明。有
那我因为我这个礼拜还要追求说爸爸在全国办活动，那我昨天哦，昨天下午特别跟周爸爸请假，请假做什么？今天早上我去签了一个合约，大概20几万。那我昨天晚上没有睡觉，做什么呢？发明一件东西出来。这个东西在这里的评价可以跟各位讲，因为我在一个去参加周大官这个活动之前，有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，他说他盖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那个冷冻库，有没有？我们如果从澳洲啊进口那个牛肉进来，要放在冷冻库，对，那冷冻库都比这个房间大很多。那个，但是哦，冷冻库里面是温度会降低，大概零下20-30度。那你只要门一打开之后，热风一进来，那膨胀的速度非常快，所以它的墙壁啊，几乎每天都会裂开。那爸爸叫我帮他想个办法，他说我跟他讲说，我今要这个礼拜参加活动没有时间，我要等下礼拜。那结果我们住在那个圆山饭店啊，有一天晚上我4点钟就醒了，我就慢慢想，用什么办法？刚好想一想，想到刚刚陈老师叫我们呼吸呼吸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呼吸我会发明东西，是吧？我们那个如果墙壁上都有鼻孔，当然呼吸是不是不会破掉啊？对不对？好，那我这个东西你过来看一下。它好神奇哟、哦！我刚刚跟各位说读书有什么用？各位常常会说，我读去数学到底有什么用？数学非常好，其实我发明这个东西呀、大部分都是国中、高中的学问。各位知道圆的方程是什么吗？一个是平方加 y 平方乘以 r 平方，对。很简单啊，比如说，我今天用这个，就说一个半圆，组合起来等于一个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，这是一个圆，这是一个鼻孔。这个单方程是我昨天写的，就是一个平方加 y 平方等于 r 平方，这么简单啊。好，那这个是什么？椭圆，我是用数学方程写出来，然后把它丢到 CNC 的车床里面车的东西，那一晚上就做什么？那一个圆，如果把它斜斜的切开，变成椭圆，对不对？那我用这个椭圆把这六圆结合起来，变成非常非常密。结合，各位看一下啊。好，这样子，呼，这样子就可以闭起来，非常密，有没有？这是一个椭圆。那其实我发明很多东西哦，都是看新闻来的。那我，我除了发明那个环降机，是看那个一群大学生被火灾烧死了，结果在澳洲人眼中就开始设立。那有一天我看到猪猪啊，我碰到他的时候，从那个树上刚滑下来后，我就发明那个环降机，就是靠猪猪这个灵感发明出来的。那有一天啊，我就看那个新闻，就是我们连战连爷爷啊，他有一天在圆山饭店开会的时候，结果坐电梯坐到一半的时候被卡住了，电梯坏掉了，那卡在里面大概2个小时，那就吓得很笨很笨，所以说一挂在里面太响了，就发明节省一半的安全电梯。我的发明做很多，如果说我有兴趣哦，我可能会早一天来讲2个小时电梯。